在西平这几年经济上去了，也掩盖了一些问题。飞青啊，对下面的情况你也不是很了解，你还要多做调查研究啊。我记住了。你对两个记者到底怎么样？会不会出那样的问题啊？陈书记啊，也许我的想法有点另类。他们两个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，即使是出了那样的问题又怎么样呢？他们俩都是单身，只要人家愿意，就是发生了性关系又怎么管呢？什么金茂伟副主任的未婚妻，既然是未婚就不能叫妻吗？那不过是个女朋友而已啊。这些事情你们会处理的，我不关心你们这些问题。三哥，姓石这小子真有狠劲儿，他回来了。是，你不应该回来。你不该受这个罪。回来。接玩啊，爸爸有点忙，等爸爸空了就带宝宝去，好吧？大宝宝，别缠着你爸啊，去玩吧。妈妈，爸爸从来都不带我上街。嗯，妈妈待会带你上街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乖宝宝，不能带他上街啊，要尽量的少上街，跟你说过多少回了。孩子在家憋得难受，他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也得受。这个，冲！我看你脸色不大好，我就给你煮杯咖啡。你还是收拾收拾东西吧，准备再搬个地方。还往哪搬？夏天，这种日子。我受够了，这都是你惹的麻烦，你引狼入室，不办怎么办？还往哪搬？地方找好了，在新街。搬过去以后，一个月之内我可能不会过去看你们，你也别给我打电话。有那么严重吗？
也许比实际情况更严重，看情况吧。不行就搬到外地去，再不行就出国。向天，这种事情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人生就是这样啊，钱少苦多。你也用不着埋怨。你都答应他们我们离开西平了，这儿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？人家宗矿长很客气，答应不往回要那5万块钱，就让咱们到外地躲躲，咱们也得通情达理。他们说的话你都感谢啊？行不行先躲躲。周矿长说了，那两个记者还在，咱们躲在这儿被他们打听着了，矿上绝不答应，到那时候让咱们人前两空。你跟他们把我也说出来了？能不说出去吗？他们都知道。那我真得走了，回老家。你怎么这么干？你要不要脸？你把我卖出去了还供出别人，你是人吗？你什么？他自己亲自去了？好，回来告诉你们矿长，他要是把事情办好了，我请他喝茅台酒。魏全，是我。你下午来一趟。对，把秋萍和孩子搬走吧。这儿的事儿就交给我了，不必搬什么东西，那边全都有。招待所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姓池的回来招待所。这次说什么也不能放他们出来，我们的时间很紧迫。我给省里打过电话，林飞青很快就回来了。这皇上也是啊，老了老了还好这口，心思啊也往这方面用用吧。飘荡的事情弄得难以收拾了，再来后悔那就晚了。那个叫什么姓方的危险，要控制住。我已经派人去了，三户家属就剩两个孩子那家也安排好了，门也锁上了。这个另外一户呢，大人住进了医院，三个孩子呢也搬到了矿区，剩下那户呢就一老头老太太，打算今天也搬到矿区来，不会有问题了。村子里已经挨家挨户打过招呼了。工作要细致再细致，准备迎接下一轮调查。谁来调查？林飞青。林书记，我想了很久，决定给你打这个电话。啊，啊，你说吧。啊，
这件事情我已经从侧面听说了，我现在就在火车上，就是为这件事提前回去。作为纪委书记，我要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向党组织反映。我回去详细谈。西方，西方，你看，太阳真有这么回事，这报纸都登了。你说真会有这事儿啊？那谁说的准？这既然报上都登了，这也许就有。我不信，他俩都挺正派的，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那咋上了报了呢？那报上说的都是真的。不管是真的假的，他们肯定是让人给关起来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他们这下一步会不会收拾咱们呀？哎呀，你们不是说不会有事儿了吗？娘，你就别管了。这有事没事的到这份上了，咱也挺着身子往前走。不过我真的没想到你还这么有责任感，让我挺感动的。明丽，其实一代人一个活法，我们这代人呢受的就是这种教育，老婆、孩子、工作、事业，样样都想负责任，样样都想问心无愧，总是活得很累啊。哎，你可别学我了。哎，老池，你今年到底多大了？你真不知道。四十二。刚才我在想，四十多岁是男人最成熟的时候。哎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哎哎哎，走，我来吧。喂，是池记者吗？我们通过话。啊，记忆深刻，你到底是谁呀？听说你们昨晚通奸。胡说，这是陷害。我也这么认为。你看见报纸了吗？报纸都登出来了。我还没看。登的什么？这个我就不详述了，网上也都有了，甚至把你们现场的全部照片都登出来了。混蛋，他们敢这么干。现在还在那儿吗？在，我们现在被软禁了。这件事儿你们还有兴趣搞下去吗？当然，谁也拦不住我们。你们需不需要我帮忙啊？可是你从来也没给过我们实际的帮助，你这人也太莫名其妙了吧。小伙，哎呀，这么快跑吧！他们来了，谁来了？矿上的人，还有护工队的。大全也在里边，是他托人给我捎的信儿。哎呀，真是作孽呀！让我们的孩子往哪儿躲呀？少群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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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心点啊，小心身体啊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这还有王法没有啊。不许是耳朵，不该干的事你们都干。大哥，平时住哪一间呢？你们哪儿的？矿工，没黑子。你干什么？你们再胡来，我要报警了。你们敢关人，还敢报警？动手！实际者在吗？在。我是实际，姓陈，他是杨记者。喂，你们是什么？王副总吗？对。来，请跟我走吧。哎，走，走，快走！他们让一帮矿工救走了。行了，知道了。哪儿跑出一帮矿工来？肯定是我们死对头国永矿那些人干的。经过他直觉，你们煤业公司发生了一些问题，恐怕有着非同一般的背景吧。但愿不是如此。高总，你听我的，这次必须把黄远天提到前台来。突破口一旦被撕破，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。他要是真把我们当成他手中可以随便摆弄的驴皮眼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喂，啊，不，你别到我办公室来，你在老地方等我。熊总编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，总想总结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，我想听听你的见解。什么问题？我试试看，先试完说。究竟是在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，使得我们许许多多不同级别的干部、职职高官，一个个不为死罪，贪赃枉法？这个问题可不大好说呀。不好说，并不是因为大家都没看透，都无法说清楚。那个林飞青不是快回西平了吗？那个，您看我是不是把那个冯丽萍那边的事儿盯一下，争取搞个双保险？行，你想的周全。去盯一下冯丽萍那边。不过我们付出多少代价，只要能把林飞青摆平，叫这几个贪官围着我们的指挥棒转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现在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了。别说那些没用的了。车牌号码记下来了没有？没记下来。车往哪边开了？往东边。据你估计，这件事会是谁干的？还能有谁？肯定是国有煤业集团那帮孙子，快急红了眼。要立刻去查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对手暴露在明处，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事态的变化。我已经派人去打听去了，你看要不要动用一下夏副市长，动员一下公安的力量？不行，怎么能让公安出面呢？是抓他们还是抓你们？这件事情不能让公安插手。那让姓池这小子跑出去了，可是后患无穷啊。那也不能关他们一辈子，主要的是我们要随时掌握住他们的动向，最关键的是不能让他们拿到任何的证据。你要记住，我要是下了台，你也好不了。如果杨明利不是抓住吴秋平这条线，住口！我们掐什么掐？给他们娘俩搬家，不还得我去吗？魏全，好兄弟，我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依靠。你下车吧，过一会儿我去找夏野。你们准备去哪儿？这车可以把你们送到车站。你们到底是哪儿的？哦，我们领导不便于出面，请石记者、杨记者你们谅解。如果你们需要帮助的话，可直接给他打电话。啊，我们现在不准备回省城了。这没什么，随便你们去哪儿都可以。两位记者，请上车吧。那谢谢你啊，好，谢谢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啊！快快快！你哪位去的？回市里。对啊，我前两天来的时候还没人呢。甭管了，先歇会儿。来，坐会儿。嗯，好。你给他通电话了是吧？对，通电话。进来。夏副市长，怎么两个记者跑掉了？坐吧。是，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在帮助他们。现在帮助他们的不光是矿工。您的意思是，钟毅，出去一下。
其实啊，现在池立强和严明丽就在市委。他们找许家天？这不可能啊，许家天已经拿下了。形势变化了，人也会变。你以为都像我？我是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。喂，老池吗？我是胡斌。哎，你怎么老是不开机啊？手机丢了两天了，刚换回来。你怎么了？让人逮着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上网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哎，那个女的是你们报社的，我见过没有？你在网上都看到什么了？照片，好几张呢。哎，老兄，你可够现眼的。不过那女的身材可不错，你也算艳福了。你在什么网上看到的？怎么发上去的？发上去还不容易吗？在新闻网。哎，你赶紧看看吧。胡斌，我跟你说，这些都是他们的圈套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。你在西平吗？是，西平有重大新闻，过两天我会发布的。哎，到时候你就全明白了。是吗？那我等着你。哎，老兄，你可悠着点啊。啊。徐书记，你是电脑联网的吗？你是说我们悬了？现在啊，要看林飞清这张牌了。许家谦现在在窥测动向，只要林飞清不动，许家谦自然会偃旗息鼓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林飞清动的。送给人家这么个把柄呢？杨明丽年轻，没有经验。你不是当过侦察兵吗？妈，就让李孝红那没过门的媳妇跑吧，有人失信，破了风声。哎呀，欢迎你回来了。这是省报的熊主编，这是我们市委纪委书记许家谦。李书记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来拿包。好吧，走吧。行吧，请。好好。就是说，这两个记者去向不明。是的，他们去了我办公室一趟，他们现在谁也不相信，心中不定。你怎么看？三天之内，这都取决于你。三天以后嘛，这就难说了。三天？什么意思？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，
这两位记者是不肯罢休的，若是继续下去，事情会越闹越大。你想，矿上怎么会一点问题都没有呢？他没有发现黄市长牵连着黄市长的个人问题，还有矿井承包的事儿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我看呢，是以稳定大局为主，还是以揭露矛盾为主，这就看你的把握了。你说老黄那个事情，你认为确有其事吗？这怎么说呢？没关系，你说吧。你知道我们坐的这辆车是谁给的吗？是高维权送的。我坐的那辆车，还有黄市长、夏副市长、陈副市长、邵副市长，他们坐的车都是高维权送的。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他们大概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佳贵大哥，咋办？咱们真是要走啊？哎呀，不走咋办？本来恨不得杀了他们，可现在看来，哎呀，我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我也咽不下，可是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。你说那姓周的说话算数吧？别算哪了，看他那样好像不至于。我还是不甘心，虽说这5万块钱给了咱们，将来万一找咱们要咋办？我又不能老不在外地不回家了，他们也知道你老家的地址。而且啊，咱们在井底下受的那份罪差点连命的给搭上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顾眼前的吧。老秦啊，熊总编，我们到了，走吧。来，熊总编，哎，请进。好，老秦，来。哎呀，来，你们坐，坐，坐，坐。来，熊总编，坐。哎，好。老秦，坐啊。车下等你会儿。哦，去吧。哎呀，来喝点水。没办法，我老婆不愿意离开省城跟我来西平。这两地分居啊也挺好。喂，他林叔也没怀疑我，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报啊，知道吗？谁的电话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？是小罗打来的，姓林的回来了，还带来了省报的熊总编。喂，小罗，你听我说，我高维权，你听我说啊，不要让林书记呢怀疑到你，你在他身边的日子越长越好，懂不懂？这样呢，对我们好，对你也好。我明白，我虽然说不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你办事儿，但也算豁上我的前途了。你看，好了，你别啰嗦了，我知道怎么回报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只会让你欠我的，我不会欠你的，知道吗？妈的！
我得通知一下洪向天。喂，这个曲家谦啊，把什么都跟雷飞青说了，对，包括你养那个吴秋萍的事儿，他都讲了。你说你早听我的有多好啊？这搞女人吧，你搞个一次性的，现在的好，你看吧，粘上了吧。夏副市长吗？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得伺候人那几句，哼，贪色。哎，晚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黄市长，你找我？林书记回来了，知道吗？他回来了。他不是明天才开完会吗？十分钟前刚到的家，曲家谦去火车站接的他，现在也在他家。另外，省报的熊总编也来了。哎呀，林书记，来，我们自个儿来吧，自个儿来吧。你看你这忙，委屈你了哈。来，我来。你们坐着，一会儿就好。坐着，一会儿就好啊。哎，来，坐。这西皮你还挺熟的。熟。那会儿在干校，下放就在西平。哦，来，坐下。我先打个电话啊。喂，杨明丽吗？哎呀，可把你找着了啊！我老熊啊。我现在已经到了西平了。啊，您已经到了。你那个电话怎么这么难打呀？啊，老师不在服务区。我们在。啊，您稍等啊，让老池跟您说。熊总。喂，熊总编。啊，我们没事儿。您是来接我们回去的吧？熊总编。起码我不会跟你回去，真的。这只能是陷害，没有别的词儿。我们去采访。你反映的情况，林书记很重视。我也同意林书记的意见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要立即停止你们的采访工作。哎。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嘛，啊！林书记会很快的组织起新的市委调查组，全面调查北山柳家窑矿的事故。这下你们该放心了吧？我们的采访和市委的调查并不矛盾，我们也希望能给市委提供更多的材料。当然，我们会注意安全的。喂，熊总编，他们把我们的照片上了网，我们要让他知道，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。你这样对待熊总编，他会生气的。他把手机关了。哎呀，来，大家吃面来。哎，好，吃面，来，将就一下啊。那天李向虎跟我在一个班，那他会不会也活着？八成活不了了。那也没错，瓦斯爆炸以前，班长把我们四五人调到了五号长那边去干，后来我看见又过来两个人，没看清，其中有一个有点像他。是不是五号厂子那边安全点？拐了两个弯子，当然好多了。爆炸以后，里面全都黑了，我们就乱跑乱喊，哭爹叫娘的，太惨了。
家伙，向武可能还活着呢。会吗？够呛，就算当时没死，出事到现在都一个星期了，我看活不了了。今年有40了吧？对，我是7月份生日，谢谢。好，比我小那么多。哎，有没有坐我这个位子的准备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希望啊，您能够多干几天，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。不行啊，到了年龄一刀切，我想不下都不行。说实话，在你的身上，我是考虑了很久的。你原则性很强，不过你也知道，一市之长这个位置，还是有许多人垂涎的。